正统的弟子学习过，请教过很多非常先贤的基本知识。嗯，这是形意太极八卦。我的中医呢，这主要是我在上大学之前，我就是受家庭影响学过中医，后来去天津中医药大学又系统学习过中医二学历。这是我这个从武术到气功到内丹到这个中医等等，这是我目前我着重于下功夫、助力推广的这个几个方面的主要的师承和学习经历。我的观点是这样子的，我们如果谈气功，就是说气功可以说中国道家传统修炼的一种方式，但是气功按照现代定义分为五大类。第一个佛家气功，以明心见性为主。第二个呢，道家气功讲究是天人合一，回归自然。第三个呢是儒家气功，是仰望浩然正气。第四个呢是医家气功，讲究是身体康健。第五个是武术气功，讲究是防身健体，是这个抗击打，是五大类气功。如果从技术体系来说，我认为真正的气功是道家气功，因为道家道学是中国本土的土生土长的，是中国文化的基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道家是中国文化的根基。第二个，我们既然谈到气，就要理解什么是气。气呢，我认为传统认为气是一种看不见的、形而上的、客观存在的、对人体有作用的一种可以说只能通过自我体会而行而达到的一种练功的方法或者一个过程。而气的最原始概念，我就说如同道家的气就是先天地而生，在我们没有出生之前，我们具有本身的元气。我们出生之后呢，有后天之气，我们吃东西有水谷之气，我们的呼吸有呼吸之气，我们的思想有思维之气。所以说气的概念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最基础的、最关键的组成部分。这是什么叫气？第二个呢，如果谈论气，我们就要说气的本身是哲学的一个概念。所以说中国古人，特别现代人也借用古人的方法，用气来解释任何现象。气也应到武术之中，可是武术中的气和我们说的气功的气，或者天地那种从塞乎于苍穹之间那个气是不一样的。武术的气是为了积极而存在，是为了抗击打，是为了打击对方，是外向性的。而我们中国传统的气呢，是先天而生，是内在性的。所以真正的气学气法是一种逆向性，也就是说内向性的修炼，而武术的气是外向性的。所以我个人把气归结为，我在西方传拳，包括在中国传拳，我都说什么叫气。我认为气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体。什么叫多种因素？第一个是肢体动作，第二个意念思维，第三个呼吸，第四个时间，第五个角度，第六个包括你的经验，比如说等等的综合因素，也是决定于胜负，决定于练功程度与否的，是一种多种因素的综合体，就叫做气。因为气呢，在武术中可以理解为水平，可以理解成练功程度，可以理解成练功的追求，而跟传统的中国道家学说的气法那种气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如果两者都去练，两者都去学习，会有好处。可是不能用一方来代替另一方，也就是说，不能通过内丹的训练而代替武术中的气，也不能通过武术中的这种意气、这种力气来代替内丹中的先天之气。形意拳，特别是河北形意拳，是我们要了解一个功法体系。我认为，或者是很多这是基于我练功过程，我向很多老前辈学习过程中，传统的形意拳都是这个体系结构。第一个是练习站桩，特别是对于青少年、对于初学阶段或者身体弱的，站桩有很好的效果。虽然桩功是很高级的东西，但是初学者可以通过站桩来体会由静到动的这个过程。第二个阶段是打单式，打单式呢，就是单独
练，比如说这种帮拳，还有这种斩，这种斩，我在当初学拳的时候，每次习拳都要练习这种单式，而这种功法恰恰是当前中国在中国大陆啊，在很多代的学习新拳所缺乏的，所以我们目前也积极在推广我这种练功方法。第二个打单式，第三个就要打五行拳，五行拳就是劈崩钻炮横，代表着五种不同的劲力。比如说劈拳啊，这是就是劈拳，劈拳，劈拳属金，其形似斧，就是斧就是向下向前向下的这种力量，劈拳。第二个呢是钻拳，钻拳属水，其形和其性似闪。钻拳属水，就是水，它的劲力是向上，它是这种发力方式，那往上打，以小臂和肘为准，以拳的作为引导力或控制力方向的一个关键点。第三个拳呢是崩，崩呢是其性和五行属木，其形似箭，箭就是往前射。它呢是一般是这样的，是很简单的。然后呢，这个拳作为发力点，但是臂呢是压和打进行结合，这是崩。第四个呢是炮，炮的五行属火，其形似弹，其形不能说似弹，五行属火，它呢就像炸的那种，崩炸之力，它呢是这样子的，是这种发力方式。一般来说，像薛天薛师练的，就是前手与额等高，后手与肩齐，然后往前发力，中心靠拳靠后，但打击点是在前方，是前打击手。第四个呢是横拳，横拳属土，其形似弹，弹就是圆活的意思。是这么练，这是横拳。然后在五行基础上，一旦再练习一些小的套路，比如说五行连环拳，在此基础上要练习十二行，十二行外部就是龙虎猴马鹰雁拍蛇等等十二种动作。但十二种动作呢是十二种不同的技巧，比如说龙行有搜骨之力，这是龙行的架子，虎行呢有扑食之勇，然后呢猴呢猴行有进退，或者是这个很灵活的那种方法，比如说像这种猴形的剑法，马形马有急蹄之功，比如说像这种就是马形的功，下打这种下塞，这种力量是马形。然后呢，胎形呢是战，胎形，药形呢很多，比如说药形，像我说的这个药钻天和药入林等等的，它呢是练习这种之字形这种练法。还有驼形，驼形一般是认为是走之字形的一种快速的一种身法，比如说这是驼形。还有呢雁形的练法也很多，比如说这个雁子抄水等等。还有鸡形可以说是新拳很关键的一个动物，它是练习它的速度又轻灵还要快，比如说像这种机型练法，还有鹰形主要是下放直向的这种下的向下击打的动作，鹰形。还有最后一个雄形，雄主要练雄臂雄膀，就像对，就是雄形是五行在现在五行性上有十二行，然后呢有若干套路，比如说八式拳。这个杂志锤，还有这个一些很小的有不同流派吧，有不同的练法，但是十二在基础上会有八字功。我学习的呢，比较喜欢的是象形术，象形术可以说是在形意拳基础上又发展起来的一个不同的练法。它的创办人是薛颠，就是天津在民国时期一个武学大家，他创的是五法八象。
儒法大项就是这个五种尽力，同时加上八种动物的不同表现方式，叫做儒法大项。将来有机会再给大家做详细介绍。这是形意拳，然后呢还有器械，刀枪剑棍都有，然后还有双人对练，还有应用，还有一些现代说水人们所不练的，比如说一些静坐呀等等的，都可以作为养生手段。谢谢您。形意拳呢，它以发力见长，比如说我们说过五行五种力，比如说踢、崩、钻、跑、横五种发力，还有很多，比如说龙形、虎形，像鸡形，像蛇形，这种裸住之后，都是鸡形，都是它的发力，它的雄形，它的就是这个有发力，像马形啊，还有像雁形，的这种，都是形影很著名的发力模式。我认为啊，比较重要的单式，比如说这种崩，它是转腰上胯崩，然后呢，比如斩，然后呢这种前棚。这里去
然后先修这些是不一样，先咱们是龙折身，它要在静的前提下有一个小的调整，也是它这种静中求动，或者是身体形成内在的自对拉拔长，这种练法是张志薛师爷的独特练法。比如说他的像龙形，像李春龙形，他就很老，他就真的这么练。那李春龙形，而张龙形呢，他也是很低，但是更倾向于前身，他是这么练。而薛师爷的龙形就不一样，他薛师爷展示的是身体的一种更加相对夸张式的这种扭转，同时呢，后手前手的理劲更明显。而且你看你瞧，像李存义和张道东时候呢，还后脚很少骑，一般都这样。而薛师爷时候，到了薛师爷是后脚骑得很明显，他把重心放到了前面上，就说我们这可是力量是从后脚传上来，他更是这样。而其他人呢，像张道东、李存，他们更讲究这种姿势，而重心越靠后，而到薛师爷是更想靠前。而且这个胯的这种内涵，就是外这种腹到腿上的这种折叠，到了薛师爷时更明显。这是他的龙，就举个例子。而他的呢，这种静力更讲究胸腰的开合。比如说他后来创的象形术，他的这种龙象，全是这种练习胸腰的开合。这是其他比较老的，像河北棋啊，没有，比如他的机型，对吧？他那完全是与他人不同的一种加持，一种结构，一种用法。这是薛师爷独创的东西。可以说这是简单的介绍，就到了这几点。秦义拳，企业中秦义枪是很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我认为秦义拳最重要的，一个是枪，第二是刀。刀是练习这个腰背，枪是真正是进行整体性综合训练的一个重要手段。对大枪的秦义拳的枪练的是遵循的传统练法，它更讲究是练习腰身。比如说像很多的枪呢，它刀一般都是离保持距离的，这个都是秦义拳的练法。太极为什么呢？形体都是在腰身贴住之后，然后进行这种自己训练。这是形，然后呢，就说他的这种松扣，它全是先贴身进行，然后形体拳呢，它的比如说五行拳，它的攻强，就是劈强，然后呢，攻强。然后钻枪、枪、炮、横，还有五行枪，而且十二型都有不同的枪，比如龙形枪，因为距离比较小，没法展现龙形枪、五行枪，十二型都有不同的枪的练法。像传统枪的，像传统枪的很多著名的这个练的是滴水式，是不是中四平、低四平、高四枪，在秦义枪里全都有不同的或者相应的练功方法，但是最关键的就是风口扎。他的枪枪叫做外松，外松里没扣，前腿扎，他后手不能拖把，前手可以拖，这是松扣扎，松扣扎，这是最简单的练功方法。
片段。